欢迎两位哈，你们俩应该算闪婚对不对？算吧。认识半年就结婚的？对。那是哪年来着？2010年。你提出的？他提出的？结婚是他提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了嘛，感觉俩人关系还不错啊，经人介绍认识的。结果呢，日子过了3年，到2013年的时候就离了是吧？啊，对。谁提出的离婚啊？我提出的。为啥呀？因为当时我们俩结完婚之后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过嘛，生活就不是很好，就是有点小摩擦，老是吵架，后来就决定离婚了。你决定的？你就同意了？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是被逼的。这也能被人逼哈。后来在同年你又提出了复婚是吧？对。然后你又同意了是吧？毕竟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嘛，为了孩子。男孩女孩？男孩。就复婚了？那复婚以后他也没让我消停过。他复婚也是他逼你的吗？复婚他提出来的，但是我父母也有意撮合让我俩复婚。今天为什么来啊？就是复完婚之后我们还是跟婆婆公公在一块住。之前就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儿过得就不是很好。然后复完婚之后那时候我就有想法，就想着两个人自己挣钱买房。好事。然后搬出去单过。这样的话我婆婆公公他们自己也好过，我们日子也好过。省着在一起就是老是吵架嘛。搬出去了？搬出去了。那阵儿啊，他复婚时候家里边也没钱，他非得搬出去过。那阵儿我爸他身体也不好，得了那个股骨头坏死，重体力干不了。然后我作为儿子我应该从家也是干点力所能及的然后他们在家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后来呢？后来他就是非得自己过。不是搬出去了吗？搬出去了，我也是被他逼的。他又一次拿离婚跟我说，不搬出去他又想离。你说他都离过一回了，再离我这个人也是好面子嘛然后我没办法，就顶着头皮吧。分家之后怎么样？分开过？分开过之后就是我是想跟他在一起好好过就没想到他的变化挺大的。什么变化？就是对我跟孩子就一点也不太好，家里事儿也不管也不问。然后因为我们买那房子就有房贷嘛，有房贷，有房贷就是一个月他挣钱就是把那个1800块钱的房贷还上之后剩下什么都不管了，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由我来支出。那主任，两个人的开支毕竟是男主外女主内呀然后我就是月月还房。你一个月就挣1800呀？那时候一个月也就挣个3000-4000块钱。那剩下的钱呢？剩下的钱他都自己花了，然后有的时候手紧的时候跟他要他就不给。所以在经济上面已经有分歧了是吧？对，跟我分特别清。除了经济上面有分歧，沟通多吗？不多。什么状态呢？因为他做那个瓷砖美缝，就是干那些活儿就是一些商场啊超市什么的，因为人家白天营业嘛他就是晚上出去干，然后回来白天需要就是休息，就因为这个工作性质原因我们就是分开住。这个状态有多久啊？有小半年了吧。那你现在怎么想呢？我现在就是说我努力挣钱，然后把日子往好了过。那你来这儿干嘛呀？都听你的呀？不是都听我的，就是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现在这个日子就是我也想好好过，但是过不下去这个状态。因为孩子像辅导作业呀，孩子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开销啊，然后家里的一些开销啊，他什么都不管。他挣钱不是说还完房贷之后剩下就没有钱了，他那个钱就是花在自己身上了，给我跟孩子就一点也不花。我们家现在有一辆车，我觉得家庭就是一辆车就够用了。就是前一段时间吧，他又买了一辆车，又花了好几万块钱。就花2万块钱，那个是我朋友他那车不要了，然后是个小轿车，我之前工作那车是个大车，也费油，反正自己开着方便。我就觉得吧，作为一个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谁家你说养了2台车都是开销。对，那你们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这日子过得也挺好啊，又是房又是车，还2辆，还有一儿子，你们还怎么地啊？就是想让他这个脾气改改。他一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也特别犟就有一次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那房子不是有点房贷吗，然后他那个钱就是还不上了，有2个月他就想跟我父母借钱，如果借也可以，但是少借点行不行？他一张嘴就借10万，那说谁家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呢？完了当时我父母就没同意，完了他就生气，就跟我父母说了一些用不着的话，就说亲戚就是以后就不要再来往了，有啥意思啊？
我就是后来回来说了他两句，他也就是不听，然后他好几天就没回来，就在朋友那住了好几天。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僵，对吧？嗯。你跟他父母的关系也很僵。对。公公婆婆不会帮你们了，岳父岳母也把你们给堵那儿了。我感觉他爸妈应该帮助我，是不是？因为是他提出要单过的，一直我的概念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帮衬着。对，然后他出来了，我是也说了，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你可以啃你爸啃你妈吗？不是这意思，就这意思吗？我爸妈也是属于公心吧？公心也可以啃呢。我不是这样人呢。你啃没啃？我从小到大我没啃过。没啃过？我不是属于啃老族。好吧，那你干嘛不搬啊？搬出来了。之前干嘛不搬？干嘛对这事儿这么有意见？干嘛搬出来之后你还房贷要问他父母借钱，不借你就跟人闹矛盾呢？是他提出来的，要所以他要承担后果。对呀。还对呀。那今天为什么来呢？想干嘛？就是想好好过下去嘛。你想跟他好好过？对，想把这个矛盾就是解开，因为之前就是跟他离过一次婚，然后自己也不想再走这条路，不想再跟他离婚，就是想跟他就是以后和和气气的好好过。是不是你觉得现在的婚姻有危机了？有。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不太想跟你过了？对，就是拿我跟孩子不太当回事儿。所以你害怕了，是这意思吗？嗯，是。心里还有儿子跟媳妇吗？儿子是亲儿子，媳妇也是亲媳妇吗？啊，还过不？只要他能改正他的脾气。改啥？他的脾气可爆了。改不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说为了孩子我忍了。那你干嘛提这要求啊？想好好过不？过日子都想往好了过。好，这半年是每天晚上都在抹瓷砖吗？对，摸着良心说，在工地上工作，吃每天晚上。对，吃住有时候我经常在工地。什么叫有时候呀？那些时候呢？那我就回家睡觉吗？人家说了，已经分居半年了，我就问你，这半年是不是都是因为工作的？把手放起来吧，说实话吧。他是说分居半年啊，但是我买的那房子是两室一厅。他住他的那大屋，带着我孩子，我住我小屋回去。还回家是吗？回家。那你怎么说在工地上呢？他就是回家很晚嘛。嗯、行行行，不说了啊，听明白听明白。分居半年，对不对？嗯。啊，不给家里交钱，对吧？就是交房贷，剩下的只交房贷，其他的生活费用不管。嗯。跟你父母的关系又不好。嗯。你跟公公婆婆的关系也不好。嗯。现在你害怕这个家要散了，是这意思吗？对。啊。这家会散吗？应该不会。你父母现在什么态度对他？我父母对他态度也跟以前差不多。你们多久回家看一趟爸妈呀？你说这个我就，他经常带我儿子回他爹妈那儿看他姥姥姥爷。啊。而我爸妈呢，就是打电话他也不去。你说两方都是老人，我也气这个。为啥呀？关系不太好吗？不是，对你做了什么了？你就不去了就吵架。吵吵呗。那谁家过日天天吵？为啥吵啊？其实我觉得倒是没什么大事，就是我婆婆，因为你现在年轻人过日子嘛，就花点钱她也看不惯。然后就你花钱挺冲。不冲。嗯、好，还有什么？接着说啊。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她就看不惯。什么事儿嘛？你们现在又不住一起了，生的还是孙子，带回家又高兴，怎么就不能回家呢？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对我有意见。那这么多年也应该磨合了呀。那也是有的时候他到底是为什么？你说主要还是因为他脾气不好。他跟你妈也吵？跟我妈也吵。你觉得你们婚姻有问题吗？婚姻问题就是时间长了这么一直分居待着，应该就是感情慢慢的就磨淡了。淡了哈，丈夫说淡了、嗯、妻子觉得危机了，这个婚姻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一下先生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谁的脾气更厉害一些？脾气都挺冲。你脾气呢？我属于那种内向的，不吵不闹，也不担事儿。属于和稀泥吧。你这稀泥和得好吗？也不算太好。你想从他嘴里听个错字可难了呢。其实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个老实人，估计也是怕你不敢多说什么啊。但是至少我听到了一点，在你想要复婚的时候，是你的婆婆极力促成，所以你的婆婆还是一个讲理的婆婆。怎么了？是她说的对了还是没说对啊？对，
所以其实我估计你很多时候跟婆婆的生气，是因为你实在即便骂她跟她吵架没用，迁怒到老人身上了。实际上你的矛头根本不是你的婆婆呀，是这个男人。你怒气不争，你这口气没有地方撒，撒老人身上，但气儿就算撒到别人身上能解决问题吗？女士，解决不了。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来，包括刚才一说这点你掉泪，你并不想离婚。他身上再多缺点你还是留恋，这个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他身上一定有你想要留下来的原因，所以你内心很挣扎呀。这么一个对家不够好的不争气的男人，我为什么又偏偏想让他留在我的身边？其实你吵啊闹啊生气啊跟公公婆婆关系不好啊，只能把他推得更远。固然说我们提倡很多年轻夫妻单过，但你的这个选择错了，因为他刚才明明白白说得很清楚，他的父亲补骨头坏死，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又做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把他的心推得更远。固然说之前住在一起有啃老之嫌啊，但是一个股骨头坏死的老人确实需要身边最好有儿女。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拿到桌子上去指责你说你不孝顺，但他心里打了个结。我支持你们能够出来单过，都独立起来，但是你对公公婆婆的孝顺也要拿出来这份真心给他看。先生，你也别以为我说他你就可以摘出去，近视眼有什么好做的？你看我们在座都是近视眼，我看这个本子上说儿子生病你都不给他做饭，在家睡觉。那时候是赶上我确实很累。谁不累啊？你自己起来不能起来做饭，你能不能拿出钱帮他点个外卖？我问过孩子，他说不饿。你是父母啊，你要去指导他该吃饭时候吃饭啊，你多卖推卸责任啊。我这也不是推卸责任，老师，我家孩子也是让他妈给惯的。你还不推卸责任？他妈惯你别惯啊，你有本事把孩子教成一个不那么被溺爱自己有主张的孩子呀。你自己做的不到位你就要去谴责你的妻子吗？他有他的问题他解决，你有你的问题你面对啊，你凭什么都推给他呢？孩子说我要玩不吃饭你就不给他吃啊？你是小孩吗？所以你别以为他和你的妈妈关系不好，是他脾气不好，是他不够那么懂怎么去孝顺公婆。你这稀泥和得太烂，太不担当，所以你才能在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的时候去买一辆车，为了方便，你还不是为自己啊？既然成家了，既然有婚姻了，心里不能只装着自己，心有没有放在家自己清楚。如果想挽回这段婚姻，请你面对你的生活，请你努力去扛好你身上的担子。好，谢谢严老师。来，于老师，你们这段婚姻用四个字形同虚设，只是告诉人家我现在有婚有孩子，用一个词来表达你们的状态，赌气。你和婆婆两个关系不好，脾气大，赌气。这边呢，你要单过的，那钱就得你家来拿，所以你们都在怄气。我问一下男方吧，老婆是不是比较强势啊？对，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有这样的现状，一方尤其女方更多一点，数落男方的不是，挑剔男方。但是我想说，总挑剔别人的人，非常强势的人，其实问题最大。挑剔是什么意思呢？我有更高的标准，我是对的，我站在至高的一个点上来攻击你，你是不行的。但是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当你挑剔的时候，意味着他不如你，所以你告诉自己，他不值得我爱。你越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告诉自己，我可以不爱他了，可以不需要那么爱他了。赌气，加上报复，再加上这种挑剔和数落，我一直比较支持，在你们俩的生活当中，要尽量的平等，不要一方一定管制另外一方。在你眼睛里边，别人都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男人越来越笨，越来越不主动，挣的钱都不往家里拿，他在跟你怄气呢，因为你心不在一起。所以说你管得越多，你发现你们距离越远，你得到就越少。适当的放低自己的标准，两个人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平等对话，可能就慢慢消掉了彼此的怨气，然后才能有新的开始。说别人不好，自己一定也不好。
容不下别人，其实是容不下自己所谓的高标准，但实际上这些恰恰拉远了彼此的距离。一个良好的婚姻一定是正向的，而是不是彼此在攻击，彼此在逼谁，那这个日子谁也过不好。好，谢谢，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你们离婚之后要求复婚的是婆婆，就你所说的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老人，人家想看一眼孙子，你愣是不让人看，你做得多绝啊！我都能想象，在生活当中，当你发脾气的时候，是多么趾高气扬的样子。结果这么折腾下来，离了富，富了又搬，到现在为止，人家不搭理你了吧？跑这儿来求饶来了。你真的应该按照于老师所说的，首先看看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想清楚了，按照自己的一个目标去。如果你依然觉得我就是嫁亏了，拜托你去找个好的，你想要的，找不到宁愿单身。如果你觉得的确自己做得过分，我就踏踏实实给婆婆认个错，经常带孩子回去看一看，自己别那么大火气。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是因为性格所致、冲动所致自绝后路，你从中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如果早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能够很有自尊的捡起自己生活的尊严，跟他好好的谈一谈他的暴脾气以及对于你父母的伤害，以及履行起你对于孩子的责任，他不至于走到今天。过日子像摊鸡蛋一样摊在桌面上聊，谁也别阴谁，谁也别作死自己，好吧？真是苦了那两个老人，就这样吧。想过吗？想。想。你是真想？真想。你是真犹豫？不是，主要是我受不了他那脾气。那改不了。他如果真心想过的话，他应该可以改。能改吗？于老师，你帮我做个分析。当真的利益要失去的时候，就能改。啊。如果说不疼不痒的，那肯定改不了。明白了。有人说我脾气不好，我没见着他跟领导发脾气。他只能跟别人发脾气，对吧？说得好。行，于老师给你解释，我踏实了。他为了跟你过，对不对？能改。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背不住十年以后人家不想过了，你想过了怎么办呢？那不能。自信了吧。好了，这个最现实。做人也好，婚姻也好，生活也好，不要打那么多的埋伏，事儿过了就过了。尤其是家里，确实应该跟公公婆婆道歉，道歉不丢人，恰恰有时候自己做错了，绷着不道歉才丢人呢。人不要太过分，咔手术了，咔开小车了，咔不回家了，咔改脾气吧，疯不疯？这算哪一出啊？就我现在还得整着你，你就得给我低头。低头了不就低眉顺眼了吗？我跟你说一个生活最普通的道理，婚姻生活当中是人家真的爱你，在乎你，他脾气自然改了，所以是你们俩一起改，而不是让他改，明白了吗？明白了。儿子跟谁好？儿子喜欢他多一点。我的妈呀，你是够失败的了。哎，不说了，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不是别人给的。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来，请关门，请开门。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啊，请亮灯啊，感觉浪漫吗？浪漫。刚才他们都说的对啊，就一个问题说错了啊。轿车可以买，拉老婆坐，啊，听见了？啊，来拿走吧，谢谢你们啊。那车他要不给你坐，你就把它收回啊，回吧，谢谢两位。生活的有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让步其实比往前走更难，但有的时候让步或者叫后退方显大智。